TVC 的现场，那一共拍了两天的时间嘛，我觉得确实这个因为是韩国导演有很多的一个想法，对，那还有电影呀，还有在演唱会的一些场景，还有在录音棚的场景，还有跑步的一些场景，我觉得拍的还是挺开心合作的。那现在这棚里呢，正好是我拍摄的最后一天，那刚才我正好看到我们今天交流演了，那我希望呢，我们跟客户能一直往下走下去，也希望客户能越来越好，加油。